现在用炭火烧的啊，这个。哦，炭火烧的，炭火烧的云锦城嘛，火云锦。火云锦。它那个菜叫好吃些。好吃些。好吃些。要老窖子。现在很少看到这种窖。嗯，几乎没得了，只有我这儿有个老窖，其他的没得了。几乎没得了。烧炭要划算些是吧？比烧气。差不多。差不多啊。嗯。就是他，我找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姑姑。听朋友说啊，现在用炭火炒菜特别好吃。今天我刚好找到一家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主要是那个火要均匀些哈。哦，这个火均，它就是老灶的。你看原来哈，啊，就是说在80年代啊那些时候，就全部是烧的炭，像那个时候的就是原汁原味，它这个菜好吃的多，全部。佐料要蒸炸。豆瓣要用皮炎豆瓣，油要用清油，要用就是说不能够用那啥子色拉油啊，或者是甚至是那些伪劣产品的，就是质量太差的一个，都是不好的。你得炒个啥菜啊？这个干煸，干煸苦瓜、茄子，我们这儿馆子都喊三合一。三合一啥子嘛？哦，苦瓜、茄子、海椒、山药和它煎。哦，这个叫三合一是吧？哦，但是菜的哦三合一，我们家绝名就叫三合一，意思就是干煸苦瓜、茄子、海椒。哇，那个墙壁都熏到漆黑了，那个。哦，自己房子随便修。自己的房子。哦。哎，招牌没得那个。我就招牌。你就招牌。我这一点就是招牌。你这个啥汤嘛？这个？这个老汤。老汤。老汤就是用锅头吊，慢慢吊，吊出来的汤，老汤。就是那专门拿来煮点菜啊，煮莲果子啊，煮小菜啊，这煮菜的那种菜。你用白水煮出来，它就不倒耗，那个菜就不倒耗，它就说那个毛毛都要喝水。啊。因为这个汤煮起下菜一下锅，马上倒耗，它就没得那种腥臭啊，没得那种感觉。自己就很好吃，哦，口感要好些吃，是吧？口感的多，口感好的多。你这个炒的啥子嘛？这个？我血味儿，麻辣血味儿。麻辣血味儿啊？哦。血味儿是我馆子头的一道菜。必点的是吧？啊。必点的，到店必点。哦，反正在我馆子头来吃饭的人，70%吧。啊。10个人就有7个人要吃血味。因为这道菜是我最会做的一道菜。最会做的一道菜，最拿手的一道菜。最拿手。哦。好多钱呢？12块。12块哈。价钱不贵。我们这里菜都是素的，就12元。荤的就15元，回锅肉这些就个25，然后肥肠啊、那卤菜啊这些就个称称的，啊，我称称。嗯，三味不能起炒。哦，两份炒了蛋啊，跟阳光没有单独咱们炒嘛啊。哦。炒了耶。我叫卤水的炒那个。这个不，这个叫回，这个叫做冒。意思就是说你那儿一头冒了，它温度不够，只得是叫你搁那锅头来冒。哦，要回一下。哦，回一下，意思说是它有冷的嘛，心肺是冷的，肥肠是热的，你给它端进冷热的就不好吃。你全部给它煮点白糖，它就很好吃。这份好钱的肥肠？这份啊？这份好多钱？肥肠是好多钱的？32块钱。一共32。那会儿炒菜姿势有点帅哦。啊？炒菜姿势有点帅哦。哎呀，几十年了，姿势不咋优美，几十年了。动作又快，姿势又帅。
这个要先把干椒，就是这个青辣椒呢，先把煸碎。啊。这不能放油。还不能放油，干煸嘛。哦，你开始不能放油，就是说最后起锅的时候锁了才放油，那个才好吃。如果你多在就放油哈。那你把那个秘诀说了，我们都晓得了。哎呀，那个不存在。大家都要美食嘛，都要共享嘛，是不是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像有些啊，就是多热就放油，他说那菜就水垮垮的就不好吃。他说你最后放油哈，他就干的，他有时就没那种水垮垮那种有水分的那种感觉，他就好吃。干煸干煸，你在那想嘛？干煸就必须是要放盐嘛，放点盐去炒嘛。哦，要放盐，放了盐和到煸。这样就可以了是吧？啊，还要回锅啊那个？不，再就放点酱油，看到没有？就可以了是吧？放点酱油，给点醋。好，对了。它这个分量确实是挺多的，你看这个血旺，好大一瓶。还这个是他说的三合一，他们自己取的名字三合一，分量是超多。味道可以，花椒粉放特别重，特别多，分量，它这血旺分量还是挺多的，好大一碗，12块钱。还有他们这个三合一，别辣，挺好吃，比较符合我的口味。虽然这个馆子谈不上什么环境，但味道确实是可以。我从来不瞎说啊。和他们的招牌菜嘛，血旺，下饭特别舒服。那三合一也好吃。三合一叫干煸，干煸最后起油，起锅的时候是油不味道，油的面子上没得新鲜一头，它吃起就没得水分，它吃起好吃。我看你最后放点酱油是不是？啊，点点酱油醋，那酱油菜的嘛。啊。这个菜要必须要喝点酱油。